播吧。9月12日是9月11日是梅西儿子马特奥三岁生日。安东内拉通过 INS 分享一家人为孩子庆生的照片。安东内拉上传了小麻袋手捧足球的照片，并写道：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，希望你永远幸福，而你的天真的笑容也将让我们都感到幸福，我们爱你。2015年9月11日马特奥出生，今年三岁的他已经上幼儿园了。此前梅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大儿子迪亚哥喜欢汽车和摩托，在自己在的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，而马特奥则调皮好斗，自己很开心两个孩子的性格迥然不同。小板凳。